加油站。汽车在宽阔的高速公路上飞跑。爸爸一边开车，一边说，我们先去加油，然后再回家。爸爸把汽车开进了加油站。爸爸给汽车加油，妈妈去拿了一把刷子来，把汽车的挡风玻璃刷得干干净净。我看着加油机上油表的数字飞快地跳动着。这时，旁边一位正在加油的先生和爸爸谈了起来。他指着我们的车说，你们这辆车真漂亮。爸爸说，这是今年新买的。不一会儿，爸爸给汽车加满了油，我们的汽车又开上了高速公路。加油站。汽车在宽阔的高速公路上飞跑。爸爸一边开车，一边说，我们先去加油，然后再回家。爸爸把汽车开进了加油站。爸爸给汽车加油。妈妈去拿了一把刷子来，把汽车的挡风玻璃刷得干干净净。我看着加油机上油表的数字飞快地跳动着。这时，旁边一位正在加油的先生和爸爸谈了起来。他指着我们的车说，你们这辆车真漂亮。爸爸说，这是今年新买的。不一会儿，爸爸给汽车加满了油。我们的汽车又开上了高速公路。加 G-E-R 加。加油，加快，加工。油 E-O 油。加油，石油，油田。站，之岸，站。加油站，火车站，站台。括，科乌沃，括。宽阔，广阔，海阔天空。素，思物，素。速度，加速，高速。速，速度。树，一树花。路，乐物，路。公路，路灯，路过。刷，湿乌啊。刷。刷子，刷鞋，牙刷。挡，的昂，挡。挡风，挡住，阻挡。
静机应静干净干干净净净化静干净静安静表波一熬表手表钟表表面树失误树数字数目人数总数旁坡昂旁旁边路旁偏旁谈特安谈谈话谈心面谈纸纸指出指点指定手指亮得一昂亮车辆一辆汽车汽车这辆汽车是中国制造的爸爸买了一辆白色的小汽车高速上个月这条高速公路建成并正式通车了今天的中国正在高速发展公路一辆辆汽车奔跑在宽阔的公路上公路上有各种各样的汽车然后小红先写作业然后下楼玩回答问题时先想一想然后再说出来干净她的衣服很干净同学们把教室打扫得干干净净数字这个数字用中文怎么说？多数人喜欢六和八这两个数字。这时，爸爸正在去西安的飞机上。小明这时才想起妈妈说的话。这时，雪下得更大了。到那时，你就全明白了。旁边我家旁边就是美丽的公园。云云站在我旁边。先生，李先生，请跟我来。王先生，欢迎你的到来。古时候，人们把老师叫先生。张先生，请喝茶。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先生。我们先去加油，然后再回家。干干净净，刷得干干净净。把汽车的挡风玻璃刷得干干净净。妈妈把汽车的挡风玻璃刷得干干净净。我们先去加油，然后再回家。我们先去买书，然后到商店买东西。我们先洗手。
然后吃饭。我们先刷牙，然后睡觉。圆圆，你是刚从中国来的吗？是啊，这儿的高速公路真宽。高速公路上的车好多啊，看，汽车一辆接一辆，开得真快。那是什么？那是加油站，后面是商店。哦，跟中国的一样。我们常常先加油，然后再开车出去玩。那把刷子是做什么用的？刷玻璃的，加油站都有刷子。要是汽车玻璃不干净，可以用刷子把它刷一刷。看，前面那片山林多好看呢。我家就在那儿，快到了。汽车的故事。现在，汽车越来越多了。可是，你们知道最早的汽车是什么样子的吗？很早以前，人们骑马旅行，还用马来运东西。后来，英国人斯蒂芬造了一辆带有两个风帆的车。风一吹，车子就向前跑了。可是，如果没有风，车子就动不了。法国人尼古拉·居纽把蒸汽机装到了马车上，这就是最早的汽车。但是蒸汽机一响，声音就很大，人坐在车上非常不舒服。到了20世纪初，美国人福特才造出了样子和现在差不多的汽车。今天，在宽阔平坦的公路上，各种各样的汽车川流不息，有小轿车，有面包车，有越野车，还有大卡车和公共汽车。汽车的种类真多，一下子说不完。我们一起来想一想，未来的汽车又会是什么样子呢？越、骑、穿、野、味、旅行、舒服、平坦、种类、未来、汽车、小轿车排成串，各种颜色真好看，你追我赶，跑得快，就像汽车在比赛。公共汽车可真大，椅子整齐排排坐，走过一站又一站，你上他下都是客。大货车长又长，各种货物满满装，城市乡村到处跑，建设家园立功劳。